哇塞哇！今天我们要继续来参观白凯吉劳改营。在上一集，我们去了一个蹦蹦蹦的世界，里面充满着苦力怕。那今天的话呢，汪汪已经私底下收集好了很多很多召唤 BOSS 用的材料了，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要来打苦力怕世界的 BOSS， 以及这个材料啊，我们还可以做很多酷炫的枪枪跟衣服，我们今天会顺便做出来哈。啊，以及啊，上一集我们去参观苦力怕世界的时候，我有看到那边的银行家啊，他长得比其他世界的银行家好看多了，所以汪有点想在光若英村那边盖一个 TNT 银行，然后里面就可以放很多苦力怕银行家来当我们的银行柜台员工这个样子。所以在今天这一集开始之前，请给汪留下超过100赞的喜欢，你们每超过100赞，我们就在我们的 TNT 银行里面多塞一只银行家员工哦。那首先汪汪要来宣布一件令汪汪很震惊的事情，就是我拿废弃金属还有铁在外加上不稳定火药，他们有三种东西，但结果可以合成所以我们可以复制好多好多的不稳定火药，哇，超多的材料都无限了。我们就先做件衣服来穿穿吧，框架都做好了，看看哦。它有这个水银系列套装啊，是受到爆炸伤害的时候会增加抗性材料只要钻石跟他们世界的矿物就好了，非常的简单，我们立刻做出来穿穿看。脚胶裤裤衣服啊，好绿哦，这套太绿了吧，好酷，我现在有点像蒙面摔跤手，我只有眼睛露出来。我们来去承受爆炸啊，好痛哦，然后我获得了抗性2的效果。接下来汪还挑选了5把看起来很特别的枪枪齁，比如说这把，它的名字就叫蹦蹦也太可爱了吧，一个苦力怕脸的枪齁，它可以炸掉沿途的一切，感觉就非常的爽。那在外加上这边这个叫什么导弹制造者，我们之前黄金世界的这些东西我们都有了，它可以发射一系列的手榴弹。那这个是小丑世界，他们可以6爆能伤害，但是可以扩散攻击，好像就很猛。还有什么远程爆炸弹啊，跟可以推开周围的敌人，我们通通都来做，通通都来玩一下。看看这把酷酷的苦力怕枪枪，还有这个看起来很像娃娃枪的这个小玩具枪，以及这个导弹制造者，好，都给大家看过了。哇，这把好大好大，你们不要再追着我跑了好不好？你们真的很色情好啦，来试武器吧，先试试看这个这个哇，它的炮弹好大一坨，好有爽感哦，但是呢能量消耗也很大。那接下来这个脉冲加农炮齁，它有推开周围的敌人吗？看一下，好像没有的感觉啊。你有我是不是要到怪物多一点的地方试试看？来来来来，我到你旁边，然后你给我推开周围的敌人。没有啊，没有推开啊。好啦，那这个导弹制造者呢，一系列的手榴弹，这个好玩好，那接下来我们在这个奇妙的洛基桶可以分散伤害。好吧，我不应该期待爆能枪的。那接下来这个蹦蹦总该给我一点希望吧，来蹦蹦，哇，经过的地方都会爆炸，但是好像就很好看，看起来很爽，看起来很爽，很好看，就这样，很爽，很好看，超爽，超好看的。还有这个奥姆宝石，我现在才发现哦，它原来是可以做工具的，破坏草地非常快，我要破坏草地非常快干嘛？已经够快了。哇，这个斧头好帅哦，看看它这个外观，哇，破坏飞原木木质方块超级快，不知道做什么用的，但是14攻击伤害算是挺高的。奥姆搞破坏黑曜石超级快，我们来看看它破坏黑曜石的速度到底有多快。我们看看它的这个趴数哈，看到上面的抬头显示器没有？哎呦，好像真的是蛮快的，哇！这个没有附魔的情况下挖 health 就这么快，那有附魔的话是不是跟挖布丁一样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奥姆斧头，来来来来，给各位看一下，拿在手上看起来就没那么帅了齁，有点小可惜。接着在打 boss 之前，先来带大家了解一下我们至今为止看到的银行家都长些什么样子。这是颠倒世界的银行家，他的眼睛看起来超大，有两颗，甚至他可能这是两颗头，不是两个眼睛，汪不确定。这是我们的外星人银行家，看看他的手比他的脚还长，而且呢，
他的头，他的头长在他的胯下上。而这一位，这是我们的苦力怕银行家，一个头，两只手，两只脚，不长不短，刚刚好，看起来是不是相较起来可爱多了？而且他的眼睛还被他的猫猫遮住，真的是有够可爱的，见面长得一模一样哈。所以大家知道了吗？我们来盖一个 TNT 银行，里面有多少的这个银行家员工，就看大家的战术而定了。我们来去打 BOSS 吧。回来看到我们上一集发现的这个苦力怕刀塔，我们需要先做一下 BOSS 的召唤物哈，是这个爆炸宝石，这些材料汪都有了，直接来给他做一整株，小心轻放，我直接放置啦。然后汪汪胶被炸成碎片了，谁要把我炸成碎片？那个 boss 呢？ boss 跑到哪里去？他跑到下面去了，是不是？ boss 呢？哦，疯狂苦力怕，你在哪里？哦，你在这里是不是？不对，他到底在？哦，我看到他了。不对啊，你在哪里？他到底在哪里？我没有看到他，我只看到很多爆炸，很酷哦。是这个是不是？你是疯狂苦力怕，我可不可以拿打火机点燃你？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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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点你，来来来，不能点他，那你会不会变高压苦力怕？我拿雷劈你，他不会变高压苦力怕，你不能变成高压形态的，那你就准备去死吧。他爆炸我是会受到伤害的，哦，有点痛痛的哟。来来来，攻击攻击攻击，我们从远处观察一下他的攻击模式哈，他真的是一个非常让人有压迫感的 boss 哎，看看他的背后，他的背后有一个超级大的烟火筒，感觉随时要对准天空炮击，所以呢，我们在天空也不是很好对付他。来拿个回中坊上回个血哈，我们就这样跟他硬靠试试看。硬靠的话，其实也不太好获胜哎。来来，回血回血，我该回血了，我该回血了。哇哇哇，这是一个非常有挑战性的 BOSS， 虽然不会受到爆炸伤害呢，但是还是会受到他的魔法伤害。他非常的全方位哈，他这边跟这边的小杂兵不一样，他不只会爆炸伤害，哎呦呦，要对抗他实在是很困难呢。来来，我们该回血一下了。哦哦天。天哪，打带跑也不太好对付他哎，他这个瞄准挺好的，所以我们还是要拿远距离武器，正常情况下应该是要拿远距离武器对抗他哈。天哪，我血又不够了，来回血一下，然后我需要吃个东西啊被打到半条血了，快赢了，哎呀呀，打赢他一次，汪就然后拿出我的水晶大剑来无限的靠靠他了，哇，作为这条世界线的第一个 boss， 他不会太强了吗？我认真的说，为什么每一个世界第一个世界的 boss 都那么的强烈啊？哦，还有掉武器，他掉了什么东西？如变剑，命中时有 10% 的概率召唤一只友好的苦力怕，友好的苦力怕。好啦，汪汪不演了，水晶大剑啦。我要被炸成碎片了，为什么我每次召唤这个 boss 的时候我都看不到他在哪里啊？你可以跟我说一下那个 boss 在哪里吗？哦，他出现了。哦，他一定要经过一段动画他才会出现，是不是？哎呀，水晶巨剑，不愧是水晶巨剑啊，是一个难缠的 boss 呢。那我们就来看看他的武器，我还发现这个酷酷的杖可以炸开周围的敌人哦。那我们就来召唤一个铁巨人，先尝试召唤一个苦力怕，友好的苦力怕。哦，哇哦。哦，这真的是友好的苦力怕耶，汪现在没有穿装，但是他不会炸我。我们再来召唤一次试试看，来来，近距离砍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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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近距离砍击。哦，友好的苦力怕，他是县长立刻爆炸耶，他不会陪我耶。那这个震荡法杖呢？是要那种敌对生物才行，是不是？那我看一下这边，哦，眼明条好长哦。来来来，我炸。哇、哦！但是不会受到伤害哎，我炸，但是不会受到伤害哎，好棒哦，可以让敌人晕眩，但是呢不会让敌人受到伤害的法杖，这个我最需要了，我炸呀！哎呦，等一下我看不到，哎呀呀呀，哎呀，一切都是节目效果啦，看看他们被震退，还被发呆了一下，然后我发现。他们其实好像是会被扣血的齁，所以拿来带生物汪汪觉得不太适合了。对，这个法杖我们永久封印它，它让汪汪做出了节目效果。而且汪还发现啊，那个 boss 它会掉爆炸保护5的附魔书诶、欸。我们平常生存模式下最高就只能附到爆炸保护4而已，所以真的可以5吗？啊，不行，还是只能爆炸保护4。啊，这个爆炸保护5是纪念用的，我们只能附到4等齁。还有黄金战利品讲座，看看这个 boss， 手持两个糖葫芦，背后还背着一个这个什么桶桶，这个桶桶是我们拉棉花糖的那个拉花桶，对，它就是一个糖果商人，只是它喷出来的绿色糖糖真的是有够痛的，我的牙齿要蛀牙了。
了。好，那接下来还有一点时间呢、啊，我们再去下一个世界玩玩看好了。那下一个世界的话，我们看一下我们的空白纯宝石，有两个选项，一个是世界末日，一个是秘境。哇塞，秘境哈！我总觉得这条世界线真的很像探险活宝哈。首先呢，人类制造了核武器，然后呢，是不是世界就一直爆炸？最后呢，蘑菇精出现，让它变成那个世界末日。然后世界末日之后呢，植物开始滋养，出现了很多蘑菇，然后就变成了秘境，最后变成了一个魔法的世界，根本就是探险活宝。所以我们先出于这个，要用危险套装跟任意的炉变商人展示空白纯宝石的末日世界吧。那这个末日套装我们在去月球的时候已经做过了，我们来把它穿起来，穿。哦，我看起来就像这个样子。那这个套装的做法呢，用一些原版的材料就可以做得出来了，非常好做哈。那我们再穿着这个危险套装回到我们的苦力怕世界，找一下商人的下落吧。喂，我们找到这个商人了，那我们该怎么秀他宝石呢？看看我，我穿着危险套装哦，我盯着你看哦，对他点一下就好了。哇，你一找我，这个奇怪的石头就出现在我口袋里，你知道这是什么吗？世界末日生气气啦。那如果我们没有穿防爆炸衣装，在这个世界碰到他们会飞的那个奇怪鸟鸟，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我们来去作死一下好了。哦，鸟鸟飞过来了，鸟鸟飞过来了，我穿着危险套装，我没有防爆炸。哦，哇，好痛哦！世界末日，我来了。好沉重的音效，好可怕哦！哦哟，这个 BGM 不一样了哟。那这个世界如果没有穿这一种，可以提供氧气的装备的话，应该是会持续扣血的。我们进去看一下啊，扣血扣好快啊啊，糟了个高啊！这怎么在没有保护的境况下进入了未知世界？那我们现在来穿上这一个头盔哦，好。我们有保护了啊！我们来到处看看，哇，这里有好多蘑菇哦！这个蘑菇可以挖吗？哦，它是可以挖的，哦，它是一个方块未知蘑菇，哇，这是一个很棒的建材，它可以做一个很棒的座椅。然后这边也有牛吗？你是怪物还是？哦，它会攻击我？哦不，怎么有爆炸？哦不，哦不，哎呦，等一下，好痛！等，我先回去整顿一下，好可怕哦！咦？这世界的怪物长得都好恶心哦，夜行者，他怎么感觉跟恩德一样？来，他好像很弱的样子，他只有19滴血。哎，他其实是好人吗？哦，对，他不会攻击我，哎，我攻击你的话，你会攻击我吗？哎，他不会攻击我，哎，所以他是这个世界的友好居民吗？你会掉掉落物给我吗？看起来好像不会。为什么这个木头会发光？你叫什么？你叫触手？哎呦，哎，谁攻击我？谁攻击我？哦呦呦呦呦，危险哦，危险哦，危险哦！来来，你怎么？你是爆炸牛牛哦？来来，攻击你，攻击你！来来来，他还真的哞哞叫，哎，这什么东西？警报者，你是警笛头吗？你也太矮小了吧！来攻击一下，你会攻击我吗？哎、欸，别，怎么反而是你攻击我？侦察机，来打打他的侦察机。哇，他是世界的怪物，凶的很凶，但是可爱的很可爱。哇，这警报者也太可爱了，你是不是不会攻击人呐、啊？来啊，攻击我！哎、欸，他会逃跑、欸，哎，他血量那么多，但是他却会逃跑、欸，哎，来来来，我们来揍他，也太可爱了吧！好啦，我们来看看挖这个触手会不会发生什么事情哈？不对，我这个是丝绸之术哈，那汪汪要来准备一下那个其他的哦，我的裂解镐来。这个是木头，我是不是应该要拿斧头来挖它才对啊？它就是一个会发光的木头而已。好啦，那你看屁看。虽然这边名义上是末日世界齁，但汪汪觉得这边真的是一个建材天堂欸。看看这个蘑菇，它是一个很棒的椅子，还有这个触手，它会发光，它是装饰圣诞树很好的材料，以及他们的原木，哇，中空欸，超棒建材收集起来。汪刚刚还看到一个大块头，我们来去跟他打招呼。欸欸，那个大块头跑到哪里去了？我刚看到一个超高的生物欸。哦，他在这里，他叫什么？灭世者，999滴血，我攻击你一下，我攻击得到他吗？哦哦，他的水会让我扣血，还会让我恶心。我可以碰你吗？哦，这个灭世者好大哦，你怎么这么大？我为什么不能攻击你？哎呦哎呦，谁又攻击我了？好啦，那汪汪觉得啊，今天我们就是挑战完了我们的苦力怕世界，然后呢提前来看看了这一个
末日世界哈，我觉得在这个世界我们还可以发现更多更多有趣的玩意，我们就下一集再来看看吧。今天就这个样子，留言说我爱探险活宝，感谢各位收看，啵啵，订阅汪汪，大赞汪汪，捅爆铃铛，真是汪汪，觉得香香，记得分享，协助汪汪，煮点母汤。